来，只是没想到有一天突然毛毛虫从我的手臂上面爬过，我想说是蚊子还是什么去拍它，结果不拍没事，一拍不得了，我整只手过敏，起了。你知道有些蚊子不是咬下去会起超大的水包那种吗？我整只手臂一半都是浮肿的那种，被蚊子咬过的痕迹那种感觉，真的很恶，然后整个超痒的。跑啦！他回来啦！我又被阻止了，被撞啊！他可以还没，不好意思，站那么高干嘛？哎、欸，跑了吗？没有。哎、欸，决定一下，一人一台吗？快快快！哎、欸，哦。我还没有实力好啦，算了啦，撞墙了啦。他把我扯下来，你扯他！我再拍一下。我不能，我拍不到。欸、我拍好久、哦，我不能动。哎、欸，我动了。哎、欸，怎么没有撞草石龙啦、这只很北蓝呢、欸，刚刚在解前面任务找了好久，才找到大熊恶龙。哦，大熊恶龙就其实真的很像一只小只魔物啊，它小只要命。它根本就是一只小只魔物，就只长大了而已。对啊，比较大只的小型魔物。它、啊、可以抓。我明天一定要去买五指葡萄来吃。讲很久了呢，还没买。我突然看到又端了一盘大切好的大番茄。快跑！蛮恶龙来了。但是我已经被青面开好。一只不知道够不够。638又好像够了。这样先回去吗？看要再打别的还是先回去啊？都行。看你啊。不然先回去好了，应该是够了。好，那我去挖一下矿好了。嗯。我先变瘦。嗯。更变装备。大番茄那个是用来炒的吧？对啊，是炒的大番茄啊。可是这番茄我会直接吃啊，虽然还是比较喜欢吃小番茄。你要给我什么？
了不起啊！我拿了笛子第14名。嗨，他给我两个古代龙人票据 G， 只因为我拿的笛子是第14名。OK。哦，速度强化加上那个衣装，刺客衣装加速度强化，跑超快。哎，有感呢。嗯，以后改带笛子吧。说先吹自己速度强化，然后再速度强化加那个啊，状态异常无效、啊，你就不怕被蚊子咬了？对呢，是不是？那就跳跳啊，都跳起来了。What？哇，金银火龙！贝贝晚安。哎、欸，会不会魔无聊经过就被兽产族或奇灭族抓？应该不会吧？没遇过。那枚骨头，结晶，哇，咬屁哦！哦，咬屁哟！哦，咬屁哟、哦！还打不到，我想去打调查调查，嗯，调查团票局耶。哪一个的啊？普通的。就调查团票局啊。哎呀，那是哪一个的上位的？啊？调查团票是打什么的？局。对，是打什么的？哦哦哦哦！两金银火啊，还是？什么啊？割舌一百等的那，一百等那个打完所有自由有的那种。嗯。可啊。我现在需要五张，我想要直接做那个工会套组就可以有那个啦。嗯。有一个工会成果，精英工会成果，它就有那个嘞，它就是采集装了。全部哦。对啊，它全套采集装哎。哇。效果是什么？是采集直学三、地学三、减轻二、采集达人、蜂蜜达人、博取达人、攀岩者、探索之幸运。哇！走啊！而且洞还很多哎、欸，都是四等洞哎、欸。哇！可以乱塞一堆有的没的。我采不到骨头哎、欸。秀飞高高哦，好吧，他三等没事。你想带他是不是？我想说问他要不要去打团票局，那就没事。他会说好啊，哈，干嘛这样？怎样？我说不定这两天努力一点就可以了啊。你主线要先通关。
我在努力了。我自己本身是花了快三天才通关呢、啊。真的假的？你都要三天？那算了。因为我是开台才玩啊。我一天就通关了啦。屁啦。差不多啊。哪有可能？为什么你们都那么快？他快啊，那是他快。因为我没有开台的时候就可以玩了。他最快。好吧。你很羡慕他很快是不是？我要攻杀回。没有骨头都是矿欸。而且是力战金银火龙欸。怎么了吗？吓死我啦、啊。力战金火，力战银火。怎么了吗？总摩罗摩，好，捷运，拜拜。就是没骨头。有了，有了。白目翼龙，所以我连红色星星的也要解完，才有办法跟上你们的进度吗？红色星星，橘色吧？哦、啊，橘色吗？哪一个、啊？你要打 M 位的才行啊，这是 M 位的等级。对对对，就是那时候的自由的那边啊。不用啊，有炮主线，你主线要到，主线解完才能跟我们打，就是任务的那个。哦，好。你还听不懂的话，我没办法了，臭臭你。我听懂了，我听懂了。你爬行啊，快快流魔啊！啊，还有你啦！一直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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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，打！你看我流氓哦，生气耶！过来啦！我快被他气死了，王八蛋！干！干！干什么最会挥空哎妈！忙什么啊？亏我还有梦想。想成为大联盟投手，就一直在挥棒。我狂骨怎么这么少啊？狂骨可以换到吗？不行，我帮你看一下，我不确定，抱歉。他赚什么炼金道具哦？材料吧，道具不知道哎、欸。哎呦，银火龙在叫了，金火龙在叫了。老公，有臭臭。不要龙脉炭啊！不行哎、欸，好像不能换哎、欸。土，哦，好像差两个，我再去找。你挖吧，不能换，没有看到。你要打哪一个金银火龙，还是要打哪个的？五只都不感觉很累呢，虽然他们血量应该蛮少。我很少啊。五只都会比金银火轻松吗？我觉得比较轻松哎。当然打五只啊。对啊。而且我们可以一直削石头下来，因为金银火那个削不到石头。拿长枪打，所以不差。试一下流转长枪。瘴气，骨头怎么变这么少？以前还没那么少啊。我
觉得以前就很少了。没有哎、欸，我以前还是真的很少，没注意啊。不然我怎么可能会缺骨头？对啊，你都缺了，那就是真的少吧。还是自从我胀气没有七等之后，就没有来胀气玩了。也有可能啊。嗯，往上爬了。啊，怎么又是你们两个？还有刺客一装没了。啪，没中。警告你，过来就死定了哦！我要吹龙喽！得得得得得，中了哈！哇！会！哎，他好烦哦！预判这里，哈哈，我不跟他挂杯，真是气死！在忙什么啊？锤子好难打翼龙哦！什么不行？只有魔物可以？什么东西？我刚问了什么问题？你有印象吗？我刚问了什么问题？人家说不行，只有魔物可以。我没有印象，抱歉。骨头怎么那么少？哇，楼上发生什么事情？唱歌群有二四六八个人在唱歌哎、欸，真的好多、哦。然后这时候马上闯上去有没有？你闯上去稽查看谁没挂台啊？在这边唱歌。好，等一下，楼在门口。好，所以在有人在唱歌。我刚不是说等一下吗？等一下还没讲，你冲太快了。你的等一下等我都没听到，好不好？你会被揍，我跟你说，不会啦，我告诉你，不会啦。刚刚没，我没有说是谁在唱歌啊，我是说有人在唱歌啊。你刚刚讲了，我刚刚说有人在唱歌。我说你刚刚有说他是谁？我说有人在唱歌、欸，哎。我没有讲说谁啊？好，你是不是想哦炼金哦？就魔物的可以，好，没事的、啊。只有在场的上面八个加这边三个知道，要被制裁。他是怎么制裁我啊？他有很多把柄在我手上，他怎么制裁我？我是一个有把柄在手上的人，啊，他唱歌真的很好听啊！那天点了《迷人的危险》，以后跟他去唱歌，我都要点那首给他唱。虽然他唱完那一首狂喝温水啊，哎、欸，好像可以了，走吧，我们来打。好，等我玩完巨大矿脉。叽叽叽叽叽叽叽！哦，我忘记我刚要问什么问题。哎、欸，真的哎，好像只有两个点呢，巨大那个古钟只有两个点。对啊。真的就我爸被骗了。确实要问什么问题？我香吗？我、哦、操！你是不是还在想啊？超超，哈？你问题是什么？我还在想我要问什么。任务装备。任务的任务的。哎。什么是交货肉块？
交货肉块就是你要去捡，跟运送蛋一样啊。你是不是有一个在瘴气之谷的交货肉的任务？对对对，我就是在过这个。你现在在过吗？哦。那我陪你过啊。你不是在打龙？谁在打龙呢、啊？老板，你现在在打什么？我现在在捡东西啦。哦。走啊 ，HDD， 我们去赚个银蛋。我每次都会在地图里迷路，迷失自己。很正常啊，你就不熟齁。跟你讲，你来到巨魔之地，你会更迷路。真假的？那这位 HDD 曾经不是曾经啊，也在这边迷路很多很久。我说巨魔之地就这样子啊，现在还是好吗？我到现在还在迷路、啊。他还会被导虫骗，我跟你讲。哎、欸，对，导虫有的时候都会走一些很奇怪的地方。他会觉得那边才是最近的路，他们不会走捷径啊。导虫都是智障。嗯，真的。我来了，我打龙繁星不会这么冷静。什么打龙繁星不会冷静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也进来了。他带我，他才不会冷静，好不好？拜托。我要去哪里啊？那我也要搬肉块的朋友嘞。我不是，我不知道我在哪里。你先回十一号营地，我带你走一遍。之后如果你要带人的话，也可以这样带。十一号。嗯。好。这任务也是我自己解的哎、欸。只要快死了，我也是自己解的、啊，了不起哦、喔。我了不起啊！我那时候没有朋友陪我玩呢、欸。我那时候也没有啊。那时候我还在打屠杀龙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在打明灯龙了、欸。天啊！这边这边。有月光蜥抓一下。我看到这个都会抓，无聊啦。我有时候也会看。走吧，这里，你打开地图，嘿，你会看到右上上面有个红色的蛋，十三号区域有个红色的蛋。哎、欸，好巧哦，你们也在这哦，哎、欸，你哎，红色的蛋，有看到？哦、oh, ，有。对，那个就是肉块。哦、来，就是这里。哎、欸，人呢？我在。这个。有没有？哦。好，走吧。他一样，我被打就会掉嘛。对啊，对，这都是啊，所以你才要带那个隐身衣装。感谢啊，这个是风间对不对？感谢风间的支持。风间好久不见哦，最近好多老兔崽子都回来了、哦。打啦打啦打啦！不，抛弃！我忘记穿隐身衣装了啦。活该啦！你也不用穿了啦，我到了。可他有两个啊。啊，你忘记 HTT 了、哦？哦，对不起。不用，不要难过，他就是这种人。我哪？他就是这种人。欸、你还拿着哦，你还拿着哦。对啊。好了，放下來，放在地上。天。所以只要看到那种小小的字，很特别，不是龙，我都可以抓的意思。对。啊。环境生物都可以用网子抓。除了蜜蜂以外啊，我那时候以为那个可以抓。
蜜蜂？蜜蜂不能抓吗？就蜂蜜在旁边飞。哦，白痴哦。哦哦哦哦！我那时候有那个可以抓，想哎，那边飞好多哦，然后打网不能抓。他会打你。开始我们的大连续狩猎吧。然后最近爹爹也有回来了，然后邦也回来了，有都有看到。秀秀秀秀秀到冰原啦，只是我叫他去把世界的一些那个主要的自由任务先解一解。对啊，这是什么飞龙？飞龙、兽龙、兽龙、兽龙，一只牙兽，两飞龙，两兽龙。哪只是牙兽？那个、啊、飞雷啊。所以牙兽是牙龙吧？讲错了，牙龙。想说你跟我讲牙兽只有一个，目前只有一个。公牛啦，潘。你是呢？潘西。好，这个猫的生物学者，都是生物学者哎、欸，怎么吃都有哎、欸。啊，你知道竞技场里面有个环境生物吗？有唯一一个环境生物，你等下进去去把那个赛人机器打开，你就看到它在那边了，你一定想也想不到的位置。我也是装了之后才知道，哈，那边有哦，那我抓不到它。等一下哦，这个。防御大好了，好了，转身要先解，转身要打炎飞龙啊，他是双刀，双刀主要要先解那个吧，不动吧。行行行行行，有吗？我想说你有我拿，对，在天空上，你们看到他在鸟巢上，鸟巢哪里有鸟巢？哎、欸，不见了！原本这个上面有没有？黑色的在动了，我看到了，这边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哎、欸、没有啊，没有。原本上面这边会有，靠呀，王子嘞。最上面那个鸟巢会有桃源香。我刚好看到黑色在动，哎、欸，有，它回来了，那是真鹤鸟吧？哦，真鹤鸟吗？它黑的，它全黑嘞，桃源香不是白色的、欸。我这是桃源香哎，那走吧。你在偷看我屁屁哈？没有，我的比较好看。你要先去啊！吹错了，导虫强化干，不错。哎、欸，他往后跳，我的天！太阳准备，万万没想到，万万没想到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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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愧是同个年代的。干，这也不会很老好吗？这个还蛮老的吧？这比美江还年轻了吧？有吗？我唱这个很多人不知道哎、欸。那他们装幼齿，起身。哎、欸，那、欸啊、我不陪救他哦。看你装，我装完了。嗯。哎、欸，我有拿石头，
是在看哦、喔，看这啦。飞太远了吧，这样太威胁。飞太远，哎、欸，你太威胁，靠腰啊！啊，我没有吃风茄啦！真的太危险嘞！我没吃风茄，真的太危险，吃风茄。僵尸任务有啊，好，你都没跟好好跟台哦。我知道为什么会死了。嘿，我是采集装。水哟，我还不能回归球哎、欸，要先把它干掉哎、欸。生物学者、跑者、集合耐心、第十爵位和心脏器，水哟！哇，难怪我刚想说我没风茄吃啊！他72%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有。我们还可以再死一次，我死回去去换衣服回来。好，这个很合理。没事，他看不到我，还有2分钟看不到我，这2分钟交给你，喵，EK，你看他一下就不活了。我做我能做的事啊！被你抢了，我软头啊！不是啊，让我跨家啦！我拍不了头，都是你啦！哎、欸，他吼一笑的时候这样子了哎、欸。刚刚本来就是红的、啊，所以你也不能拍啊。我看到是黄的，哈哈哈哈啊！我不是跑者很好吗？啊，怎么跑一下就喘了啦？假跑者哎、欸，对。还跟我说你能跑一千，跑300就是累了。没有，我跑30我就累了。我们走的都会觉得喘。哎、欸，好恐怖哦！他52%、欸，怎么办？我只打那么久才抽了20，我废。那、啊、你不知道死回家就死回家。哎、欸，真的吗？啊、我想说，我只是抓他尾巴我就死了啦！有看到？我太烂了吧！哎，这样好亏哦！如果有不屈的话。哎、欸，对哎，你刚刚有不屈的话，你现在很强哎。对啊，我是最强烈人的哎。干同一个音色，我吹了第三次了，烦死了。照理说，我预想的是打完一只魔物磨一次刀，我想的有点落差。不能怪我啊！谁想到拿着笛子是一模一样，衣服还一模一样哎、欸。轰龙还没打完就蓝转。怎么好笑？
蚊子，我打死你了吧！好啦，现在才是正式开始。人要有被逼到绝境，才能激发自己的潜能。对对，置之死地而杂草丛生。啊，你怎么死了？怎么死爽没？我都没死，最后一次让你死。OK， 也是蛮大方的啦。他会这样子哦、喔，他两只手抱了，然后他累的时候就会这样。哦、好爽哦，被打不会猫了。论防御的重要性，因为怕猫，全部带了回家玉。我的妈！哎呦，三猫、哦。好啊，不然重来好了，我去代步区。我的妈！好了，部位全破了啦，该死了吧、啊。嗯。哎、欸，我不缺石头哦，我来。你在干嘛？嗯？你断了吗？哎、欸，好像是哦。难怪我刚刚累格了一下。真的要重来了、欸？不用啊，我反正我们是开四个人了，我再进去。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哦没有，我都看错了。哎、欸，对你脱离集会区域了。脱离我脱离啊。好啊，等你进来。我刚突然又看到你动了，我想，哎、欸，那没有脱离啊，对，脱离了。看着单挑轰龙，哎，不对，这样我好像没有奖励耶，过十分钟了吧？你重来啊！没有吧？哎，十分钟了，刚好十分钟。你那个你在闷不屈两次啊？看我屁事，他还说怪我。不是他怪你，你在做不是我在做啊！哭啊！啊，要不要重来啦？要啊！好啊，你开等我。那不用打啦、啊，打死一只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啊。嗯。哦，大灵脉玉。大颗的龙之泪。哦，原来是洛石是这样运过来的哦。哦。啊？什么洛石？就洛石啊，它会就很像那个有个缆车这样运过来。我刚刚看到从空中有个影子在动。唯一看过就是岩飞龙在空中飞进来。做生怪塔朋友打掉生怪砖，哇塞，他是新手吗？还是他缺经验？生怪塔经验蛮多的哎、欸。哇，好难过、喔。
我曾经也发生这种事情啊。我在用生怪塔的时候，狼儿把它挖掉。他说：“哈，那个不是要挖掉的吗？”我说：“那个我要留下来的。”然后后来他还想起来说，他前任就是有盖过生怪塔，然后就另外一个生怪塔交给他，因为有两个。我想说，那两个可以就是那个两个生怪塔不会说到太近，你只要人物站在一个地方，好像两边都可以同时生，效率还不错。然后他挖掉一边，我就整个很头痛。跟变